咦，同事你好啊！喂，你啱啱做完咩啊？我啱啱录完一套剧。哦，啱啱咧就 D D T V 搭台庆月，有咩想讲啊 ？D D T V 嘅生日咧，我已预备咗好多嘢。话俾你知，嗱，而家 D D T V 就生日咯，大家一定要识做啦，要知点样做咯，梗系支持我哋，支持 D D T V 啦。喺我哋生日嘅月份，我哋会有好多嘢睇。如果你唔睇嘅话，你就失望错过晒啦。另外咧。如果你們支持 DTTV 的話，如果收視好的話，我會給很多驚喜大家。你想想知道是什麼？你想想知道？就會是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不過大家是不是很期待裡面沒有著呢？不過很可惜，我現在有著的。如果收視好的話，大家就會有好嘢睇。